有一些大众对于女团会有一种要求，可爱、甜美。比如说你体重一定要有多少，可能都很一样。我的确长得不是很好看，甚至还有一点自卑。我边练习的时候，旁边就有别人在笑我。但是，谁说女生只有一种样子？我还是希望可以看到很独特、忠于自己的那种女生。我希望你们能让这里起化学反应。越滑越。我整个人都被你点燃了。This is what I'm waiting for。如果人生就被这些不可能限制住了，那该多无趣啊！不要来定义我，我会告诉你我是什么样子。能够坚持做自己的，他一定会有无限的可能。你们将马上进入下一个任务。What？什么？哇，这么高！